大家好，我是翟轩，财经大白话 YouTube 频道，你订阅了吗？赶快按下右下角的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赚大钱。现在这湖北省为了要加强防疫监控，就再发布了新的管制令，所有的社区农区实施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制。我们来连线记者高家福。好了，主播，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大陆国家卫健委对外表示，非湖北地区新增病例连续12天下降，强调疫情防控已经出现明显效果。武汉雷神山医院院长呢也乐观认为，出院病患越来越多，代表疫情的拐点已经来到，也就是所谓的高峰期快要过去了。但湖北省呢却没有这么乐观，为了强化疫情防控，昨天再发布更严格的管制令，要求所有的社区农村居民实行24小时的封闭式管理，禁止外出，药品生活必需用品采用这个集中采购和配送的方式，除了物流和救护车等等特定车辆之外呢，马路上呢是一律禁止通行，公共场所呢也一律关闭，有必要开启的公共场所呢采取扫描 QR code 进出管理，而大型的活动呢全部取消，只要出现过确诊的地方呢，相关人员呢也都要采取14天的居家隔离。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主播。今天的报纸头版就有讲到说，其实这个新冠肺炎很可能就会打乱了这个手机链的这个出货，可能要面临到了订单的修正潮。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宽哥，因为其实这个原本是说，可能1月份就是一个传统的淡季，然后淡季又遇到了疫情，就是淡季更淡。那 Q2 可能就不乐观，现在是说连 Q3 的旺季都会添变数。您怎么看这个状况？现在跟各位报告目前所产生的一个状况哦，目前产生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呢？第一个，通常过年这段时间是大家口袋最有钱的一个时间，所以小朋友呢，他可能会买一些 online game 啊，可能会换一些手机的一个部分，所以包括了中间商，包括了通路商，他们是在过年前就把货拉到了最高水位。而这次刚好屋漏又逢连夜雨，1月23号，当湖北宣布封城的一个过程当中，中国陆陆续续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呈现了封城，所以消费就全部停滞了。也就是说，目前在通路商跟整个中间商，他们是叫苦连天。为什么？他们手中的货满满的，但是现在呢，中国大陆这波经济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当大家在抢口罩、抢卫生纸，你还会去抢手机吗？这个几率就不太大。那货是一定要卖的，也就是说，目前大家都在等着这一波的疫情往下荡的差不多了，然后呢，赶快来做低价促销。请各位要切记哦，电子产品的一个价格，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拐点，就是它的价格它不会涨，它的价格就是会随着时间开始一直往下走。为什么？因为越来新的手机就会越来越酷，越来有更多的一个功能。那这当中的话，我们就要发生一个架构哦。之前大力光的林执行长他就说了，1月份已经衰退了，2月份目前来看会更淡。可是目前来看的话，2月的过程当中的话，又会产生新的一个连锁效应，所以包括了联发科、臻鼎 KY、可成，整个稳茂的一个部分的话，都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这当中稳茂的一个影响的部分的话，我们把中国大陆的证券所谈论到的一个报告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哦。中国大陆的证券商在上个礼拜发布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讯息，这个重要的一个讯息是说，过去他们在推估，因为2020年中国所推出来全新的一个手机，通通会是5G 的。那5G 的一个手机之前在估 PA 功率放大器的一个部分的话，它会放到6个。可是目前来看的话，他们就认为说 PA 功率放大器可能放不到6个。为什么呢？因为未来的 5G 手机大概会双系统。什么叫双系统呢？ Sub6 跟 mmWave 要同时放进去。因为我不可能为了一个 5G 手机来特别做说中国大陆一套手机，然后呢澳洲、美国我做另外一套，这个对手机制造商来说，这个有太大的一个所谓的困难点。然后呢，当 PA 它的架构往下走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从6个减到1个到2个了，已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拐点了。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一次其实全世界比较重要的是在 PA 功率放大器的过程当中，过去的设计是在 Broadcom 跟 Avago 设计，然后谁来做呢？台湾的稳茂来做。那目前以苹果的一个观点跟很多 5G 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观点是说，如果说都让 Broadcom 跟 Avago 去把市场做垄断的话，这样不是太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未来的一个部分的话，可能会慢慢的把订单会丢出来，丢给谁呢？丢给了 Corvo
跟丢给了 Skywalk 这天空工作室，也就是说过去是两家它的订单比较多，那现在呢我会翻成四家，四家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有人好就会有人哭，也就是说过去很多的订单它是集中化的，全部都往同一家公司去，可是这块的订单呢他们就会慢慢的移转到其他的一个工厂，也就是说过去收到最大厂的这个单呢，它慢慢的单子它会做整个移转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要做总结，第一个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天稳茂的一个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修正，那为什么要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修正呢？当然它2019年的第四季它的获利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如果从目前的一个架构，大力光的一个说法跟目前手机的一个库存来说的话，目前对于手机产业来说的话，今年可能会产生第一季的库存太多，第二季本来就是淡季，所以除非推出了非常杀非常大的一个促销方案，不然你说要卖得多好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一个预期。那现在问题来了，第三季是新机要出来的一个时间，如果我在第一季跟第二季手中有满满的一个库存，那么我有可能在第三季再推出那么多的新手机吗？这个就要去思考的。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要做总结，第一个恶性循环现在可能刚要开始当中，也就是说包括了光学族群、机壳族群、PCB 的一个族群、PA 功率放大器的一个族群，现在最简单的说就是手机卖不掉。而目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最近有一个市调机构，它叫 TradeForce 哦。TradeForce 他发出了最新的一个预警当中的话，他认为今年第一季的手机它会衰退 12%，但是第二季仍然不乐观，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封城的状况如何，而后续的部分的话刺激的方案会不会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目前把市调机构大家所谈论到的，之前我们有跟各位报告，之前的某家市调机构他把今年第一季中国手机从8900万只往下修正到6000万只，再去配合到 TradeForce 的衰退到 2%， 先来跟各位报告台股前两波它是走所谓的急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而现在开始的话就是媳妇要见公婆，后续如果说很多公司的营收陆陆续续上不来，很多的整个专案都卡在那边，很多的状况都出不去，甚至于现在大家都在抢机位的过程当中，手机的一个销售请大家有一个想法，目前不要抱着一个太乐观的一个观点。过去这几天其实青龙哥有跟我们讲说有这种分为需求的递延或是需求的消失嘛，比方说像是手机来讲的话算是需求的递延，可是也像刚刚宽哥讲的，如果说他是到了下半年才买，那我如果是消费者立场，我一定会想说我下半年的时候是要买新机嘛，那是不是代表说这个上半年推出的这些机款有可能就直接会变成库存，现在面临到是不是库存这个无法去化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对我们台厂会产生一些冲击。对，那翟轩有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其实刚好现阶在今年2020年啊，是智慧型手机非常重要的交界期。那所谓的交界期，就是4G 开始转到5G 手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其实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其实他们在2020年甚至2021年，其实应该都是5G 手机一个密集发布的一个时间点。那因为基础建设慢慢逐渐完善嘛，那像苹果应该也是今年会推出5G 手机，那其实中国大陆的业者其实更快，他们从去年就开始推出5G 手机了，所以今年原本上半年啊，尤其农历春节啊，其实中国大陆的一些陆系的一些手机品牌业者啊，他们想说，那如果5G 还没出来之前，那我至少可以去 push 消费者先来买4G 的手机，用一些比较降价的一个价格，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刚才宽哥有提到拉高了很高的库存。那目前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研究报告显示啊，因为今年的农历春节啊，中国大陆的一个手机的销售啊，比去年同期啊衰退了5%到6%之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衰退哦。那这么大的一个衰退，也让他们现在目前的库存水位已经来到大概5000万到6000万只。目前全中国有6000万只的手机库存，而且这些手机库存大多数都是4G 手机。六千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我以其实中国前三大的手机品牌业者一季的出货量来看，华为一季的出货量大概在3500万到3600万只，这是第一名。那 vivo 是第二名，是一季的出货量是1800万只。那 OPPO 一季的出货量也是1800万只。所以刚才讲，像目前手机的库存就相当于这三家业者一季的销售量。哇，那这些销售量，消费者愿不愿意买单？他会不会是当武汉疫情过了之后，那可能消费者重新开始逛街、开始买手机的时候，会不会去把这些库存给消化掉？这时候又卡在一个，
5G 要推嘞，那我现在我买 4G 的手机，除非价格非常杀，所以不然一般人很难去诱使消费者说我这个阶段要去换。所以我觉得下半年会非常辛苦，是因为这些厂商为了要消化库存，所以一定会降价，降价出清。降价出清的话，那 5G 手机的换机潮又会被延后，所以这是变成一个蛮两难的状况。不过整体来讲，因为刚好卡在这次的一个状态，所以也会让今年中国大陆的手机的出货量应该是会持续的出现两位数以上的衰退，年减的幅度应该是外资的报告是大概来到 15%。所以其实如果中国大陆的手机的销售量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衰退的话，确实对供应链来讲会在今年营运造成雪上加霜的一个压力。好，下一段我们就持续来看，现在这个除了手机的供应链订单面临修正潮，其实大陆各地也陆续在复工，但一方面复工也一方面要防疫，到底该怎么做呢？马上回来，财经大白话。